随着这个社会准确的来说，那不叫工作，那叫活儿，不稳定。但是如果过日子，是需要一份稳定工作。你们俩都享受晚上的工作，享受那样的工作氛围，自由的，酣畅淋漓的，那种娱乐化的氛围。那你想，两个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，都是活儿，你说你们俩这叫过日子，叫结婚吗？肯定是不行的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两个人出门了，开始工作了，而且都要跟异性频繁地打交道，挣的钱都化作酒啊，都化作其他的消费都没了。然后早上起来一抹眼，好像婚姻的沉淀并没有。现在你的丈夫认为这不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方式，你认为是吗？好像也不是吧。好像也不是吧。对，你们俩干嘛要结婚呢？不应该结婚。觉得自己可以沉淀下来的时候，可以收心的时候，再找一个人。不过我庆幸的一点是，如果你们俩之间要是离了婚，我觉得谁也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在结婚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丈夫今天选择要分开，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。何必束缚彼此？啊，做朋友挺好的，就这样。